作为一个为了海鸥相机厂，为了中国相机事业奋斗了半生的人呢，周厂长，我们想请您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手中的这台海鸥 4A 相机。 4B 呢，它是一个卷片啊，卷片就是手卷的。哦，是这样。那么关于我手里的这台海鸥 4A 呢，4C 型呢，它是考虑到有些人呢想要拍135的照片。哦，那还能这样。那作为 C 型号之前的 4A， 我们国家能力主要是以仿制为主。一开始谁都这样不丢人。我们就想学哪一台。哦，那然后呢，日本有个叫 Texan 那个牌子，它所有的放镜相机都是海鸥做的。哦，那是国货之光啊。美国的阿波罗7号阿波罗飞机啊的上天。那关于海鸥 4A 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那个 4A 型呢，它是一个摇手柄啊。明白了。谢谢周厂长，咱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把海鸥的产品做成一条时间线，在这儿呢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出发，人民真国海鸥从此成为几代人心中。1958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上海照相机厂诞生。同年推出了两个计划型号，581型和582型。这两款相机是基于莱卡 L39 口莱卡 3B 仿制的，与上海牌581型同年出生的还有德国的禄来 3.5F、蔡司的 Counteract 牛眼、莱卡 M2 等经典机型。次年582型得到进一步完善，对焦窗与取景窗合并，并提升了机械结构的可靠性。与此同时，尼康家诞生了纵横越南战场的一代经典尼康大 F。 1960年，上海照相机厂逆向研发了两款没有上市的产品，仿制艾克发折叠结构相机的201型和202型。同年在西德，禄来成就了自己的巅峰之作 Rolleiflex 2.8F。1961年，582型相机正式命名为7型相机，并小量投入市场。次年，海鸥双反的前身584型相机问世，而也就是这一年 ，NASA 的宇航员第一次带着哈苏遨游太空。1964年，仿制蔡司伊康的折叠相机上海203问世，同时出现的还有小范围测试只生产了几十台的仿艾克发的583型相机。但也有资料显示，583型相机是在1968年才得以出产。杭州相机205和德国的莱卡 M4 一道在1966年推出。海鸥的135画幅，经典的单反相机 DF 在1967年诞生。与此同时，由于出口的需要，上海牌相机正式更名为海鸥牌。我们今天的主角海鸥 4A 型诞生于1968年。有趣的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全国各地一盘棋，各地方的各相机厂商不用自己去研发自己的相机，而是由机械部统一配发各种相机的图纸，只要你愿意申请。于是乎，全国各地出现的牡丹牌、珠江牌、熊猫牌、凤凰牌等，都几乎直接继承了上海相机厂各种型号相机的血脉。而上海牌相机不同型号镜头的玻璃原料，也同样接受了来自长春等全国各地的研发支援。上海照相机厂的两部巅峰之作诞生于1970年，分别是花重金参考哈苏 500C 逆向研发的东风120和以莱卡 M3 为蓝本的为庆祝建国20周年而推出的红旗20。由于工艺的成本和技术的难度等等问题，两台相机都只生产了非常少的数量，以至于几乎自诞生以来，这两款相机成为了全世界所有相机收藏家追逐的无上佳品。时间推到1980年，海鸥厂生产了 4A 的最后一个型号 4A109。 1999年，随着海鸥的最后一款胶片相机海鸥 DF1 的停产，这一段经历了几十年的国产相机奋斗史也被逐渐封尘在了历史中书柜上、展台上和人们的记忆里。我们打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以禄来为蓝本的海鸥 4A， 在设计时其工艺和技术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在功能与可靠性上做了妥善的平衡。
主面板从上到下是取景镜和成像镜头，光圈与快门的调节键分布在成像镜头两侧，机身左侧是对焦旋钮，内层印有海鸥 4A 标志性的斑马纹景深标尺，机身右侧采用了摇把卷轴过片，但过片时不用像路来一样倒转。取景镜采用了75毫米 f2.8 镜头，而成像镜则是标准的75毫米 3.5。从最早的58四型到最后的 4A109 型，海鸥在不同时期也尝试了不同的镜头结构。比较早期的是采取了三组三片的科特镜头，而出口型则大多采用了标准的天塞式结构。简单的聊一下双反相机的设计原理，其实非常简单。被摄物体影像反射进入上方的取景镜中，通过45度镜面照射在对焦屏上，其实就是一块螺纹的毛玻璃。与此同时，光线也会以同样方式通过下方的成像镜头，当快门释放时，光线进入照射在胶片上，完成曝光。相对于双反相机的鼻祖禄来，海鸥 4A 从设计到加工都做出了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调整。单就镜头成像素质而言，禄来的镜头结构主要是普兰纳和施耐德两种，前后期产品也有五片和六片镜片之分，而海鸥镜头的结构有科特和天塞两种，最后期也有一些用施耐德镜头更换的个人版本。海鸥相机其实并没有进入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它的美好是属于我们的父辈的。海鸥相机与他们一起成长，一起欣欣向荣，也经历了彼此的朝气蓬勃。从五六十年代到今天，一切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当年的脚踏实地，就换不来如今的日新月异。我们的长辈如今已经年轻不在，沉淀了大半生的睿智，他们的情怀我无法代为出发，只是觉得在浩瀚的历史中，飘渺的小碎片，有些也需要被记住。